什么回事？我得进去看看。 朱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 程程姐的厉害！ 子弹了。
想办法冲出去，快跑，出口就在前面。是我需要的，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吧。看来我是彻底活不下去了。那么听到这段录音的这位陌生人，带着我最后的希望活下去吧。正是我需要的。终于找到子弹了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